如果你是真正的吃货，来巴塞罗那怎么能不来 Mercado La Boqueria？La Boqueria 是 Barcelona 最大的美食市场，也是在著名的 Rambla 大道旁很受欢迎的旅游地。我一定要来早一点来了，现在12点，超多人，我觉得。这个市场最早在1217年的史书中出现，但在1836年才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的建筑。它从一个小的肉类市场发展到现在这样有200多个摊位，卖各种食材和即食美食的集市，真的是吃货的天堂。哇，我只要吃3个、4个、5个东西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哎呀，选择太大，我不讲吃什么。我们先逛一逛，看一下，然后就选什么好吃的。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城市，这个市场有各种想象不到的香料和香蕉。他们这里有任何香料的，他们也有这个 Tasmanian Mountain Pepper， 这个是最麻的花椒。除了这种很特别的胡椒，还能在这里买其他的西班牙特色食材，比如西班牙长红花，它是做正宗海鲜饭的最重要的食材之一。很可惜，在这次的旅行，我没有厨房可以做饭。如果我住的地方有厨房，我觉得我就来这里买一点海鲜，然后在家里做一点好吃的海鲜。但是我住在酒店，所以没有厨房，还好这里也可以点一点新鲜做的海鲜。在 La Boqueria 市场有很大的海鲜区，这里的海鲜非常新鲜，有各种不同的海鲜，生蚝、橙子、鳕鱼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看完我决定直接在市场里吃。这里还好，可以看厨师做东西。这个市场真的很热闹，在这种酒吧风格的餐厅里，可以看厨师们在你面前做正宗的西班牙菜。等待海鲜的时候，正好享受一下西班牙的风干香肠。我先点了一个西班牙很著名的辣的风干香肠 chorizo。好好吃。Chorizo 是西班牙最著名的辣味香肠，它是用猪肉做的，有点肥，有点辣。很著名的就是它的红的颜色，因为它里面加了辣椒粉。西班牙人也很喜欢吃土豆，所以他们有这个很著名的土豆鸡蛋饼 Tortilla。 Tortilla 是西班牙最常见的家常菜，它是用鸡蛋、土豆和洋葱做成的厚煎蛋饼，冷的小吃或做成 tapas。 这个菜好简单，感觉就好好吃。这是一人份的海鲜拼盘，里面有不同的虾、橙子、青口和鱼，这一盘35欧元。吃完这盘后，每个海鲜控都应该会很满足，起码我很满足。好好吃，真的好好新鲜，这个海鲜。也有魔芋，好嫩好嫩，还有大虾，你看这个虾比我的脸更大。
吃了这么多，真的要饭后摆不住，跨到99。我不确定有没有走到100步，但我的肚子对西班牙饺子来说还有位置。西班牙人也超喜欢烤的饺子 empanadas， 有很多不同的馅。在西班牙很多小店里能看到 empanadas， 大约2到4欧元一个，都是饺子的形状，也是当地常见的纤维小吃。他们有芝士馅、火腿、鸡肉，我选的是辣的牛肉馅。这是真正的西班牙的 street food 小吃。逛拉布克利亚市场时，一定要明智的选择要吃的东西，因为这里的好吃的太多了。所以呢，我的爱吃吃食的朋友，一定要来这里，这里可以试一下各种不同的西班牙的吃食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繁杂的市场摊位吃饭，旁边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市场太吵了，你在外面可以坐一下，在小餐厅吃东西。吃了这么多正宗的美味，只剩下最后要吃的甜点。一个在巴塞罗那很著名的糖果是土豆，它们有不同的口味，这里可以试一下。很好吃。土豆有点像牛轧糖，是巴塞罗那经典的小吃，它有软的和硬的，通常带坚果或其他的口味，推荐试试不同的口味，也是很好带回家的特产。看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任何的木告诉我。